哥啊，我刚睡醒，头好痛哦。看公益赛断杀小打。早安。反正说晚上会开，想说哦，睡到十点半，就头还是好痛哦。我想一下哦，我快五点才睡吧，对，快五点才睡，所以想要睡个三小时，八点起来，这玩意不行，不行哎，好累哦，要多休息啊，有啊，刚刚多休息到了。那我在边跑光宇边玩这个，来吧。我现在家里温度多少？32度。Hello。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你家33度不用怕。没事啊，中午的时候是39度啊。那我还一直在玩。一般人可以加，可以。什么叫一般人？你要打观众可以加啊。帅哦！打麻将不会，那就不要来玩啊，可以看就好，不要玩啊。不是啊，因为说要开啊，啊不开又觉得很奇怪。今天还要果吗？要看运气啊。完全不紧张。
我今天梦到一个很好，刚刚啊，不是说今天，刚刚梦到一个很好笑的梦，所以于是我醒来了。我梦到那个，我跟一群人在海边，好像巧克团吧，就梦里面就少少的四五个而已，然后。然后那时候在那个在找，哦，那时候就看到前面有一只长条状的东西，我就捡起石头往那个长条状的东西扔嘛，结果那个长条状的东西是鳄鱼，然后扔了之后鳄鱼就往前面的紫色的东西走，然后看了一下那前面是紫色的布偶。然后那个紫色布偶嘞，仔细看的时候是发现啊，菜渣穿着紫色的布偶在那边游泳。然后于是我们就喊说：“菜渣赶快跑”之类的。就鳄鱼就咬了菜渣布偶的尾巴，要把它扯断。扯断了之后，他就逃命了嘛，就是断尾求生。断尾求生成功之后，他就继续游，又遇到大白鲨，把布偶整个吃掉。但是他菜渣那时候是又金蝉脱壳。他把布偶先脱掉，然后吸引鳄鱼去，那个把鲨鱼去咬。明天要考试，所以嘞，你是要继续看台，还是要去看书？选一个、喔，好好说话、喔。然后压力是多大？梦到这种梦。蛋蛋不死，但他会作死啊！安安哦，其实现在身体还在摇，很晃。来吧，没有哎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呀，不会吧？为什么在想？你在过水啊、喔？
哦，没有卡是不是？晚上好啊，白痴哦，标题没改，我改一下。是吗？爸还能干什么？刚睡，没睡。春，主要抗议，要抗议什么？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睡得好。抗议啥子嘞？哭啊！YT 没发到通知，那最近开台设定变得很难用耶，我不知道在搞什么，最近开台设定还要经过另外一个手续，所以我的那个还想说我的什么说明栏那边变得很奇怪。分享一种减少塑料的使用方法，不要用吸管。嗯，好啦，结束啦。好啦，下一局。感谢小鹿。樱花饼这谁啊？是樱饼的吗？哇哇！我在解任务吗？没有啊。有什么任务要解是不是？又有任务解吗？冥想，我冥好啦。我冥想算了，我冥想完了、啊。
等啊，你这边才跑四分钟就跑完了哦。正群之岛的解完了吗？正在啊，正在跟，好像有拉光了。对啊，等一下要拉吗？等一下我就躲远远的看你拉。必取，嗨，诺音，我必取啦。怎么了？你发生什么事情？来说给叔叔听。然后他先洗澡啊。你要先洗澡，洗完之后再来玩，再来开台。那今天就休息，不要开了。YT 没给很多人通知，没事，可能开得太突然了吧。我觉得我脸上那一颗好像消不太掉了，它是那么大颗在那边。好酷哦！電杯です。要吗？可是很漂亮耶，来吧，下家，你说这只哦？嗨，
我那样偷八口吗？我要听那个声跑完雨林就开始找我吗？我们在烧海胆啊，我们在圣岛烧海胆。传得过来的话，就来这边烧啊。听声音刚醒了，对啊。没事啦。一群人跑过来了，那这边应该是超过八个了，没办法了，喷不进来了。小三元了吗？大三元啊，白板就两个在这边了，凉了。
哇，会讲话的呢。第五张白板，我也想啊，谁不想？哦，这是夜间台吗？也不算是哎、欸。我怕我光遇跟车跟到会睡着，不是这么夸张。啊！拿出来可以举报吗？我们说白板。我之前玩明星三缺一，真的玩过有五个红中哎、欸。之前照片在旧的手机里面找不到了。睡觉台不要啊。只怕你撞，不怕我睡。不是啊。他、啊、可能也会断手啊，断手在黑水上面我们就死了，你就要花一整个晚上在那边吼欸。你应该会带，干嘛应该是一定带13张白板好不好，都会是应该。小燕晚安。嗯，你有篝火，了不起哦！了不起哦，真的很了不起。啊！天的声音，啊，别多想了。哇哦！我光遇现在在哪？在圣岛烧海胆啊！对哦，
ちいいです。好小哦！啊！我弄个贴，弄贴图，弄在画面上，等我一下哦。不信。浏览会成功吗？看一下哦、喔，欸、有哎、欸，搞不好之后抖内订阅的还是什么的改这个好了，可是好可爱哦、喔。困哦、喔，就看到他们立圈的一大堆能用这个东西，我就去问麻子说是怎么用的，然后他说晚点贴给我，然后我就睡死了。然后醒来之后，就看到他贴着链接给我，就拿来用。还有其他的可以，他找不到适合的图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那时候布布刚到我家的时候才这个大小，可以这样子摸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好像真的会睡着哎、欸。哇哦！杠不杠再杠杠杠啊！要拉光喽！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。お姉様、見てくれましたか？感谢恒星一千跟四星的吗？我拉回放看一下，好，走喽。哇，这个先煮这个的哦。韩妮晚安。来。
把睡意传染给你们。我的 Switch 长蚂蚁，今天下午一直在清理它。嗯哼，为什么这个？好了，果实给你出去的，搞里头。哎，是安怎？现在是怎样？不知安安，哎呦，行，我好晕，零耶，我知道串了啊，等一下我在回家的路上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
拉哥。如果在狱境看到筒子，那一定是我。什么筒子？然后我们有好友吗？我们没好友的话，你在那边讲什么？欸，为什么用像他也不会当？这样，淋雨历程安安。我们换另外一首歌吧。三个月要上课了，哦，恭喜啊！恭喜可以去见见一些同学们了。如果其中有你们喜欢暗恋的对象，赶快趁机告白哦！如果你们还是学生的话，还是乖乖的、乖乖的等等高三再来谈恋爱，然后才会再。哇！被字幕杀啦！被字幕杀掉啦！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好啦，感谢三位喽。什么适合的贴图？找不到，你等我一下哦。找到了，已经大一了，不想上课啊。我也不想上班啊。你是说什么平台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刚换了什么回来？哦，丸子。跟条子，光裕的公司哦。
去。去。资源安。リーチです。摸到然后再杠下去，我一定是白痴。没有啊，我一定要立啦，我在忙其他事情。你弄屁呀、啊？清一色了不起哦、喔，清一色了不起哦、喔。然后关台要去吃东西，不然我没办法吃药。没办法杠可以啊，它会显示杠跟那个无的选项啊，你可以选择杠啊。对吧？啊，报应来了，报应来了。报应来了。还好，我还没飞就有希望啊！不能粒子哦，那就这样玩了啊！我知道啊，我说我如果等一下杠下去就好笑了啊。然后杠下去再摸一个。再摸一个五条过来，五个五条。啊！我打出国士无双哦，逼我哦。是在繁星才这里留言，现在每天都要看繁星的影片重复的，为什么？不是为什么、啊？我说谢谢你，那为什么？去，感谢超级留言。啊，
喜欢看我的影片，谢谢你喜欢，谢谢你的喜欢，我也很喜欢你们看我的影片，哈哈。哎呦喂啊，哎呦喂啊，打错了，没错，没差啦，青菜啦。他桶子满出来啦，各位快逃啊！你们在讲什么恐怖的事情？明天要哦，你们在破梗吗？不破梗啊，嗯，爆雷。好的，泡一晚安，快去睡，快去睡。我赌了哦。よし。补血啦！我补血啦！我回来啦！我刚以为他是听这个，我很怕。补什么啦？补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收起你那危险的想法。哦，七条七筒，还想飞我啊？让我要用力飞，不管有多远。怎么会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嗯，对不对？你在想什么？怎么会知道呢？嗯，怎么会呢？金手问个问题，这是清一色吗？是啊，刚刚是。反正最后结算他都会帮你打出来，会显示给你看。没有。阿姑啊。阿姑啊，看一下哦，谁开台哈？啊。要那个吗？那个？你们在讲那小？三六。八的五八，打掉这个听牌，
也不是这个八啦，还是可以啦。嘎吱嘎打掉。リーチです。是刚打掉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怎么又自摸了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奇怪哦。哦，三色同顺吗？哎，我没注意，我又忘记这件事情了。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。我也觉得很扯，这个一般的角度看下去，觉得说你在干嘛、啊？正听哎、欸，懂吗？耶、yeah, ，我活下来了，感觉有中礼包呢，就感觉啊，就是个感觉。没有哎、欸。嘟啦嘟啦。ハネマン。リーチ。ハル。本一。你好意思秀这种牌出来？吓死人！嗯。好啦，既然是最后一场。哦不，嗯，我在想我还能加什么在左下角那摸头的东西，然后把之前画的图都拿来用。你要三按的说，哼，那你为什么不按？要拼吗？要拼吗？哭啊！我来送你一发。不是啊，进的都不顺，我要国杀小，不对。哦，哦，哦，没事啦，1000块而已。看来了没有，远去了好吗？我感受到灵压整个是没有了。看这张先打掉，对不对？当当。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。罗安安，没有梦想啊。这个跟他的好朋友不见了啊！我怀疑有人在搞鬼，对不对？另外一张也没有看到啊。
又说有梦想，不是啊，梦总是会醒来，就像我今天做的梦一样啊。就我很容易做梦啊，所以有时候睡觉反而是会让我更累的动力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不敢睡觉，不想睡觉，就是因为我会把梦的事情影响到我现实生活啊，这个东西已经有点严重了。那时候悠悠跟医生说很容易做梦，然后那时候开安眠药什么的，干嘛？累积溢满，你傻小。为什么？哦，三克哦。啊，最痛的，别烂哦，好痛哦。又跑回四位了。感谢。哎，是不是晚上睡觉都不会做梦很少？请问我是要一觉到天亮？也不是哎，是因为那个，其实每个人都会做梦，只是你对梦的记忆力有没有，懂吗？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做梦，是每个人都会做梦，那只是你记不记得住梦的记忆而已。对啊。啊，我是那种，那个我睡醒之后还是会记得啊，这也很困扰哎。那教主怎么梦到被教主骂到醒来过啊？你说你被我骂到醒来哦？怎么可能？你应该是被口水沾在脸上然后醒来的吧？没有，因为做梦是一瞬间的事情啊。那一瞬间，有时候不是会因为什么，好像闻到东西、碰到东西、吃到东西，然后做到那个梦吗？那个就是因为你碰到的那瞬间，然后你的梦就会帮你制造那个梦，你的脑袋啦会帮你制造那个梦。所以你可能踢到个东西，或人家准备戳你叫你的时候，你会隐隐约约感觉到，哦，我在梦里面梦到你，你要叫我起床了这样子。从高窟坠落，那个是因为那个啦，人家说那个你的脑袋还没完全放松，我听是这样讲啦。你的脑袋还没完全放松，所以那时候你的身体跟脑袋衔接不上，才会在可能学生时代的时候，五岁的时候震了一下吗？咚！哎，说到学生时代，轻松高校，我要怎么社团？你们有没有想法？我那时候国中的社团，我国中三年，然后上下届嘛，总共六次社团。我只报名过一个，始终如一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国三没社团活动，只有国二、国一、国二有。然后，
然后那个社团是叫葡萄园。日麻，日麻没有要，而且他是要想里面可以参与的活动啊，不能只有日麻而已啊。你懂吗？可能像那个新闻社的话，就可以在游戏里面做事啊。你做什么日麻社的话，日麻社只是场外在那边玩日麻，不可能在游戏里面玩日麻。哎、欸，爱护动物社好像不错哦。然后动保大使，哦，然后回到刚那个葡萄园，就是纯粹传教用的社团，因为我们班那是我们班导创的社团，然后里面都在宣传基督教什么东西的，我知道了。参加第三次才意识到这件事情，我想说进去都有饼干吃，都有饮料喝，什么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就在里面，就好几年都在里面吃吃喝喝这样而已。然后后来我们同班同学就说：“你为什么都在参加这个？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这很爽哎、欸，里面可以跑，可以跳，可以吃东西耶。”有没有印象我说过那个会飞踢的老师？对，那个飞踢的老师就是这个社团的老师。对啊，就是他。他真的丰功伟业很多哎、欸，把学生踹到那个内伤，然后拿一个饭勺，很像桨的饭勺打学生屁股，打到流血。因为我那个学生把钥匙插在那个放在后面的口袋，就打下去那个钥匙插到了屁股，我那时候笑得很开心。真的笑得很开心。他那时候一摸到屁股有血的时候，那个惊讶的脸的时候，那时候全班其实都笑得很开心。好坏哦，以武力传教的部分吗？你给我入教。能说你叫不叫？屁股开花，对啊。然后每次真的就是在走廊上面，就可能在自习课吧，还是什么的，就其实他也没有听到其他老师在上课的声音。然后就会听到走廊伸出来，啪啪啪，就是老师在打屁股的声音。我就出现一个可以开锁的洞。啊，
懂啦，拿走粒子棒了。不是，你要想那个洞插下去，还要能转才能解锁。我只有遇到国小打月月棒，管乐吗？学生打击后甩直接打到脖子上，感觉还好哎、欸。你绝望了，你是什么？你听什么东西？奇怪，到底为什么 Switch 会生蚂蚁啊？哦，你是看我啊？难怪你绝望了，哎呀呀！哦，你是利恩哦。乐乐棒是什么啊？哇哇！乐乐棒是什么啊？一个棒球，软的棒哦，那感觉还好啊。小学生在打的棒球哦，小朋友在玩的游戏哦，比较安全的棒球。不是啊，我怎么会这样玩啊？把球放在杆子上拿，球棒球都是比较安全的哦。我感觉越安全的东西才会一直拿来打人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它是安全，所以会拼命拿来去打同学。干！可是我刚如果没碰到的话，没有碰的话也不会一直摸来啊。差好国的，我也知道啊。怎样？现在打牌的是我，你有本事进来啊！你有本事进来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安全，他很安全，不会怎样，然后出事就知道了。谁都能进去的吗？可以啊，可是要先问过我。没有啦，你要自己拼运气啊，不运气啦。你要有 30% 的手速，然后 70% 的网速。靠天时地利跟网速啊！你怎么就把他留给我们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跑掉？你怎么就这样跑掉？
哎，你有没有梦想啊？よし。我要自摸咯，不要逼我哦。拿不到其他的牌哦，好吧。好吧。好吧好吧。原来是蚊子哦 ，Vovola， 哦，怎么念呢、啊？怎么那么大？哦，庄家，教主你还好意思问对方有没有梦想？不是啊，都已经那么漂亮的东西了，我当然好意思问啊，我是他我就做了好吗？你懂吗？结云，我看来你是不懂哦。听说你很勇哦。超勇的。安安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最后一场了。有机会再开台玩吧，因为如果不知道开台的玩什么的话，我就玩 Pocket， 呵呵呵呵呵呵呵。G です。你有梦想一发字吗？你多玩就会出现啦、啊。你多玩日嘛，就很容易出现一发字摸的情况啊。不是啊，我想要。没事，慢慢玩。慢慢玩。好像不能慢慢玩耶。准备抢房，没事啦。我等一下要去吃东西，我要吃药啊。明天早上还有个药要吃，药要吃啊。你是第四名站好，好的。给我三条了，我不要。
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、敢不敢再丢车丢出来？没有啦。你是断线吗？还是什么？你怎么按那么快啊？リーチ、ドラニ。ドラニ。没三色了。ドラニ。哎，对耶，白痴哦，来干嘛？拍谁拍谁，你看累了就变这样子。好啦，今天晚上刚刚谁，等一下啊、喔、来不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晚上的收看啦，抱歉是刚睡、欸、我是睡醒整个是吓到弹起来，然后马上开台，然后说闹钟是七点半嘛，我说七点半好再去赖一下床，然后我就是隐约记得说我应该有设闹钟，就睡醒的时候已经十点半了，哈哈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我没六万，啊，我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那我们明天轻松高效见啦，拜拜，啵啵啵。你是点明明醒着哈？你四点明明醒着，我四点，我说我五点睡啊，我睡到七点半啊，因为那时候是他们说要打那个啊，打那个宝可梦的，我才强迫自己醒着，醒到三点多。哎，好啦，拜拜。